头，下辈点钟拢用过啊！你脑部血症嘛已经消啊！你若阁唔紧精神啊，你敢知影？你伫安尼困落去，受偌济人的，受偌济人的足艰苦，你敢知？ 志彤，你有听到我咧叫你对无？林志彤，林志彤，你从日精神啊！我叫医生，我来咧哭，拜托的，你昏迷症你我拢无清醒。 我来先来叫医生啦。大雷啊！大凯哦，刚黄掉掉，阿姨呢？伊刚有要紧。我拢唔知影要安怎讲你安尼。你为鬼门关坐一连长来，结果目睭一闭开，竟然去关心别人。 你敢知影你昏迷时段时间，我唔若后悔到要死，我搁啊去家己哪，无爱听你的话，害你变干呢？大哥，当时真爱哭。无啊，我真唔是讲什么爱哭的人。阿姨，志彤，志彤伊。 你今仔感觉身体安怎啊？都人有淡薄仔虚，头壳有淡薄仔晕啊。人虚头晕哦，那呢？我去找医生，我去找医生。妈，免啦，是的啦，我无好好照顾我家己，害你这尼啊烦恼都是不好。我刚才爸跟我妈因去美国找我啊。 应该要甲伊讲我的代志哦。无啦，啊！你拢惊伊会烦恼，我嘛惊，你还袂醒过来，我来讲。安尼就好。总统诶，失礼啦！我唔知影我昏迷偌久啊，所以迄面膜的进度有淡薄仔耽误着。唉，梓潼啊！ 无你即摆是安怎？你照无简单才醒醒的，啊一个醒过来，啊你头一个想到都是面膜，啊你安尼是对啊唔对啊？阿姨，啊，我甲你讲啊，这个唔是上合的啊，伊拄则是醒过来的时阵吼，伊就是。总统，哎。 梓潼。 我真正真后悔，我真正对你有偏见。你明明就是一个这么好的查某囡仔，我煞这么固执，无要听人苦劝，害你发生遐尼侪代志。上当的，我出代志是我家己无说你，甲你无任何关系。哪会无关系？你用性命在保护将军的，若不是你，今麦倒伫遮的都是将军啊！ 我真正就希望你会当赶紧进行，我会当当面甲你回信的，讲到底，我都是一个真自私、又搁真恶劣的妈妈。傻囡仔，生人怕过有时错，脚步打叉，啥人无？我嘛有甲你讲过我的代志啊，甲我比起来啊，你根本都是模范妈妈啦。 林凤姐，是你唔知影，
我无结婚，就要将阮洗落来。若不是客伯咧支持我，我早都去人配谈配烂，配到要头拢抬袂起来啊！所以你讲，我有啥物资格批评梓潼，伤害梓潼？妈，你是毋是搁咧扣分？我真正讲的遐个话啦，我就甲你讲啊，迄话一讲出嘴，我就后悔啊！你千万唔通搁藏伫心内。你讲的拢是事实，我哪有可能扣分啊？是我无将心比心。其实客伯早就提醒我，爱我好好看梓潼的优点。梓潼是一个这么优秀的查某囡仔，是我因为之前的偏见，和梓潼吃遐尼济苦。庄大伟，其实之前你对我偏见这么深的时阵，我确实感觉足艰苦的。梓潼，是嘞啦。后来幼弟阿姐跟我讲，你一个人甲庄君强甲遮尔啊大汉，一定就辛苦的。所以你当然嘛甲庄君看了比啥物搁较重。虽然我唔是足了解你的心情的，啊，不过后来听幼弟阿姐安尼讲了后，我的心规个有加较贵啊。伊搁甲你讲遮哦，伊惊我因为安尼就误会你，所以一抓着机会。就会甲我讲你的好话，即马有相当你的理解啊！我感觉我规个人哦，都好亲像困饱精神同款。梓潼，伫咧公事上，你当然嘛能叫我上当的，也毋过私底下，得人叫我一声雪清阿姨。啊，康佳雪，那安尼我都无客气啊哦。雪清阿姨，哇，梓潼，你叫一声雪清阿姨哦，看你欢喜到，迄整个人哦，拢敢若好起来同款呢。